现在准备要试菜喽。 现在开始试吃时间喽，你们看我反应就知道到底好不好吃。清炒油麦菜，嗯，这片还可以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试下一道菌香松板肉，这个很棒，这肉是有点甜甜的，然后。 外面脆脆的，我很喜欢。好，我们现在试吃鱼香茄子。这茄子软硬，嗯的那个口感我很喜欢，但是味道<笑>有点油，对我来讲有点油，不过很好吃。今天炒菜的课程已经结束了，我会觉得其实。 当厨师很不容易啊，那里面很热，然后勺子也很重，就到后面我已经用我的那个手腕在甩那个勺子了。不过我很开心哦，因为有这个机会来学我最想炒的菜。<笑>